你要去中间去搜一下，对，就压在这边，唱跳。不是，我相信肯定是假的，别想骗我。没有没有，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孙叔，姚村那边。哦，是吗？哦，老胡。 他的队友，那他可以跳舞，确实可以。<笑>是不是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郭振。好能震，真的很能震，好流畅啊！可以。好，接下来请大家进行正式的自我介绍。那我先开始啊。来了，这个挺勇敢。Hello，大家好。我晕倒了。 火，爱好是夜，是你，对，他是我超像，太像了，哇，爱了爱了，在舞台上，而不是空的，只是在做动作的话，那你们就只是在做动作，练的时候不要傻练。同时。 请你们认真观看所有人的表演。第一位的名字是左叶，第三个名字叫李希侃。下面有彩。 哇，我又护法一下。不是，关键是你们为什么都是左？本来是节目性左的就不多。三位少年，你们用猜拳的方式来决定谁是你们的 C 中之 C。 太草了吧！有不成熟的建议。我们三个毕竟是 C 位嘛，所以说一起跳一段开场的，然后选出最好的。那我们规则如下。 首先，音乐下面来跳我们的开场曲，然后在跳完之后，所有的少年，那我们接下来开始。 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心位最重要的就是态度，不管怎么样，坚定，奔向前面那个位置。开始投票。我天哪，这么直接吗？哇！ 他的一个状态，一个表现，我觉得还是在前面是很抢眼的，动作做得很也很干净利落。体感，他的动作、神态的表现，还有他的动作的幅度，都是很到位。好，下面我们宣布一下最终的结果：左叶13票。 李希侃16票，今天还有弃票的选手一共是5位，共是79票。